好，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的学生。Event Administrator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搞活动的 task。在这个 task 入面呢，我学到的最大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可以很有系统地去管理一个 task。除了基本和参加活动的人去沟通之外呢，我还学习怎样去邀请主力嘉宾和同场地供应商联络的。当我见到一个活动很顺利地进行，给到一个很大的成功感，所以我很珍惜在这里做事的机会。